哇，虽然看我们年纪非常小的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为大家表演的是少林有名的叫做小红拳，虽然看起来是柔柔弱弱的，但是呢红拳的力量呢也是非常的强壮的。好啦，跟住呢位小朋友同我哋表演紧嘅小红拳啊，真系英雄出少年啊，拳拳有劲噶。被这些外国的小朋友演绎的也是非常的传神啊，谢谢。